作为地球公民的台湾，环境永续的保护是最重要的。树可以维护水源、生态、土壤，吸收二氧化碳，稳定气候，提供庞大的固碳量和食物，可以说是我们非常珍贵的资源。但是，工业革命后，纸张大量的被使用，重要的雨林和森林不断整片整片的被摧毁，而且造纸的过程中需要耗费水资源和能源。如果要将原物纸浆漂成白色，更会造成污染，让无数的河川走向死亡的道路。